如风说梦话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郭仔九黎城五件物爆，生日快乐！新加盟的九黎城老板郭仔，装备非常顶级，六件装备当中五件都附加物爆几率，并且还有野兽，破且两个物理特技。这样的九黎城在比赛当中爆起来的话，数据真的会非常夸张。二，霸总十一红镜台善恶卖出，鱼岛霸总手中的十一红镜台善恶，工资达到1654点，房资达到1400点，最终以21万的价格卖出。十一红的镜台善恶与巅峰时期相比，价格真的是下降了一大截。三，四张图等于四本高兽诀，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，他一次性挖了四张高级藏宝图，分别是狮驼岭、建业城、麒麟山和长寿郊外的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四张图他全部挖出了高级兽诀，分别是高夜战、高神佑、高偷袭和高防御，这样的运气真的是绝了。四，虚腹新出超级精神集中，赐福出超级兽诀的几率明显提升了很多，在屈服孔庙服务器又炸出了一本超级精神集中兽诀。老王罗汉头上架，鱼岛老王手中的160罗汉头熔炼后防御296点，目前已经上架对外出售了。